Hello， 萨瓦迪卡，今天丁丁带着宝宝们包场了一家日料自助餐厅，老朋友们对这家餐厅肯定不陌生。很久没有来吃偶戏的自助餐了，我们家的宝宝们啊超爱吃他家的。店里的气氛啊就是那种非常喜庆的日式，有可爱的复古巴士给大家现点现做寿司手卷，各种新鲜的生鱼片，还有一肚腩哦，自制沙拉吧，呷哺呷哺小火锅，茶碗蒸和土瓶蒸，还有奶油蘑菇汤之类的西式汤点。这里是现点现做的面档，还有天妇罗和煎饺，铁板烧也是现点现做，熟食区超香的三文鱼头，西点以及咖啡区，饮料自取，宝宝们最爱的雪冰区域，还有自取的冰激凌哦。我们家棉花糖最贴心了，给妈妈拿好了 cheese 菠菜，每次都要来吃他家的刺身，还有超香的 cheese 菠菜。你看养小宝宝们啊最开心就是这个时候，连我们家牛奶糖都会喂我吃东西了。这个虾也是相当新鲜，宝宝们特别喜欢吃。要吃吗？呀、我是丁丁，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。我说是的。